虚胖。秀清姐最近是有好事吗？不然怎么那么胀？对啊。啊！跳一下，跳一下。不行，是不是？十六吨。啊！你现在是放飞的？当然啊，陪弟有歌一定要的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啊，哎，俊男配美女嘛，两位美女。啊，哎呀，辣妹啊，当然是我干嘛讲？当然就是名副其实的辣妹啊，那还用说？秀清姐，长辈很久没有出来跟大家见面了，对不对？长辈，哎，你的长辈，对啊，哎，我平常都没有在露长辈的。重要的场合才有露他，他才把他带出，哦，才会把他带出，哦，这是不随便出来的。所以家有一老屋有宝。对，平常都。人家他多含蓄，用长辈来形容，你都直接对不对？直接把那两个别字都说出来。平常都把长辈放在后面。老公看到，老公发现我平常穿衣服这里很平。没有啊，秀清姐最近是有好事吗？不然怎么那么胀？对啊，啊，跳一下，跳一下，不行，是不是？十六吨。啊！有的伴唱，我等一下要载歌载舞。对，姐，你今天布置预出有没有一些话要预做啊？不用啊。那如果万一没差啦，都加两次。会看出来也可以。没关系，看得到吃不到。桃花。